刚刚好，刚刚好，时间抓的刚刚好，都不要。这样我压力很大，这两个鱼如果在拍我，你怎样？这只没有很多，这只看起来可以做成一件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没有头。在这里要熟成，对，白干啊，白干，就是那个搞蒸。那个其实那个不用打鱼，那鲤鱼不是你下去煎，然后煎熟之后先掉，掀开就好了。那就吃不到它的皮了。它的皮不好吃。啊，这种。那不打了。这么快就放弃了。